狗二说：“馆长为连千亿背书，我什么时候为连千亿背书？”我说：“不至于啦，我什么时候替连千亿背书？”我条条白供你不要来钓鱼。什么狗二说什么武士在一定会骂我，偶尔不会骂我啦，偶尔不会骂我啦，不要在那钓鱼啦，干！狗二为什么要骂我？ 我一样，昨天那句话，我再拿回来讲。我跟高二，我跟连千亿都没有，都没有仇。哦，我说过了，这是他们两个的事，我只是希望不要搞到社会动荡就好了。至于说他们两个要理性处理，要嘴巴，要在那边讲，那都反正做做网路嘛。哦，就是这样。那你说会讲到我，不可能。 哦，如果未来真的讲到了，我们再来面对嘛。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南宫继宾杀温景朗。哦，阿在东，我阿爸听，甲高二我毛收听咧。加，这个乌鸦，哦，这其实因大家都有识，我们大家这拢有识。哦，人人家来讲啊，人家被攀清带气，相随相相随相。只是说真的不至于啦，我是觉得不至于啦。哦，我是觉得不至于啦。哦，高二他也不是。 这种这种年轻人呐，哎，真的不至于啦，好不好？嗯，新拖鞋没有，没有。 好啦，就说高二，高二如果他是有这样讲啦，那就让他骂我嘛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就让他骂我嘛。哦，那他以后也可以拍部片呐、啊。哦，馆长怎样怎样啊？随便都没关系，都 OK 啦，好不好？都 OK 啦。两个情形啦，两个情形啦。哦，两个情形啦。第一个，我是认为不至于啦。第二个，他真的有写，他真的有写。哦。 那我也坦然接受嘛，我會学说好啊，那就可以拍一集我的、啊，讲我的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嗯，还是那么像你。哎呀哎呀，还挺。 嗯，国栋说我企业管理有问题哦，哦啊，谢谢他的建议啊、喔，哦，OK，但是我是觉得啦，国栋可能没有气，国栋这样讲是关心他管啦，哦，我谢谢他，哎，对，关心我而已啦。 哦，但是我讲一句实在话了哦，今天如果你要你要讲我的企业管理的怎么样，那我觉得像郭台铭来讲的话，我会比较听得下去了，或是说，呃，一些老板他的员工数比我多的话，我是比较听得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呃，哦，因为我现在有四百多个员工啦。 哎、欸，那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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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就是、我觉得国栋不是关心而已啦，啊，那你做企业嘛，你自己做做看，哦，然后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国栋不会啦，国栋只是好人，国栋就是个好人，好不好？ 没有啦，我当然都会回答，啊，但是我觉得都是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讲到阿管哦，都是尊重，然后存着帮忙的心态，哦，一定不是刻意的啊、哦！世界多么的美丽，空气多么的清新，我们现在不要把别人哦给我们的都是满满的恶意啦，哦，我们都把它当做是一种好意。做人嘛，要自我修行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很冲。 那是因为我们要开疆辟土，那自己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同温层啊，自己的呃一言堂哈哈哈哈啊，大家吃我懒觉啊，对对对，没有人反对，好、啊，我要吃懒觉啊，一言堂同温层啊，my b o d y m y brother 啊，我们已经到这么程度了，我们就不要跟人家那个了嘛，没有必要了嘛，啊，那是当年要开疆辟土，哎，是不是大杀四方啊哈？ 我们才会这样的做法。现在我们就已经对不对？已经那么多人，还要照顾那么多地方的妈妈，我赢了，没有空。阿管，你不要理那个嘛。阿管，我只想看你帅气的跟我们聊天哦。整天跟人家踢球混哦，难看嘛，爱生啊。所以我现在采取那种，采取那种，人家只要讲到我，我都。 我都我都笑笑，而且我都觉得哦好，谢谢哦，真的不错啊，理性探讨哦，理性选民，我姓陈，嘿嘿，但是我要理性探讨，好不好？你看嘛，这些人哪一个没有合作？什么国栋啊、沟二啊、林千亿啊，他们这些人跟馆长本人都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。那每一天开直播嘛。 或者像勾二做影片嘛，或者说 A V y body 嘛，总是要有题材哦。那我我也在这个直播圈很久了，大家互相做效果嘛，都可以讲得过去。你说勾二今天要拍一部妈管的哦，他拍出来我也笑一笑啊。好了，啊那我还是那句话，像如果今天你讲我可以帮到你的话，你就拍嘛，啊不要讲一些没有的。 讲实在的就好，比如讲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就很鸡巴、啊，哦，类似啊，哦、呃，不要说什么啊，我是收谁钱啊？没有这个事，哦，那我就无所谓，哦，真的无所谓。谁、哦、啊？国栋啊，哎，同神啊，哎、欸，大家都喜欢我啊，大家都喜欢，有时候讲两句，哦，是不是？同神有时候也就偷嘴我两句，我也觉得很开心呐、啊，互相嘴嘛，互相拉台嘛，就像聊天室讲的嘛。 哦，咖喱尼亚嘞，是不是？工商互吹，哈、啊、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工商互吹嘛，哦、啊，不是哦、啊，第一不是真的，两个男人你吹我吹，你六九啊，不是哦 s i x t e e nine n 啊，不是六九啊，小朋友赶快去睡觉哈、啊，小不是不是不是 s i x t e e nine n 哈，馆长你英文这么好，那当然，这个去国外的要付钱的都要跟人家讲的 s i x t e e nine n now how much 哈，哈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很熟啦。哦、啊，那商业互吹嘛。 那就是吹起来就是别有新意嘛，吹吹的方式一定是不是那种这样吹嘛，吹的方式对，一定是那种。哎呀，馆长你娘鸡巴的，就是要做效果嘛，我们也懂嘛，这叫商业互吹。但是吹吹的好不好，一定是不好的事嘛。吹好你他妈会看吗？你会说，哎、欸，国栋说馆长长得帅，胆较大，是不是人又好？ 啊，这个人有多好多好，你会看吗？你不会看，你一定会说，哎呀，可能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。基于基于关心，基于朋友心态，我建议他啊、哦，他有一些缺点，哈哈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永远都是商业互吹嘛，对不对？我看连千亿跟勾二也都在互吹啊，是不是？哦，网络互吹哈、啊，维持网络流量啊，基本盘。 哦，是不是大家都来维持一个基本盘，很好啊，一个很讨论的乡民吃瓜嘛。我现在啊，我现在叫做吃瓜直播主，不生气不生气。我真的发现，你网络上什么事情都要生气，你真的十条命，你就算是他啊，猫啊，猫有九命，也他妈的也中风了，也要死九次，还是会死掉。真的，你看看那么多人，每天呐、啊，每一天都在骂我，你真的要去跟他们这样子哦。 你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了？你自己还要不要活啊？你粉丝还要不要顾啊？对不对？那至于说粉丝之间战争嘛，粉丝大战争，这个就是粉丝之间的事情嘛。哦、oh,，我们只我们我我们做事就是，对，我们做事就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事就是啊，就是谢谢董太太，谢谢。我们做事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要要要。要要 要改变了、啊，哦，要改变了、啊，没有啦，国栋就不用解释啦，大家不用帮任何人解释，因为我的人就是我的人现在啦，都不要太担心啦，就就就这种事情我都笑笑的啦，哦，不用帮国栋解释，国栋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一个人啦、啊。 哦，统神也是啦，不用帮他们两兄弟两解释，其实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是打龙火饼又你听啊，然后 P T，你看啊，哦啊，他们偶尔讲到我会很开心啦、啊，就算骂我会很开心啦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商业互吹嘛，我都前面就讲过了嘛，不用帮他解释没关系，勾恶的事情也不用解释，迁移的事情也不用解释，哦，我现在我现在幻想我自己是一个，我是 local king 啊。 哦，不是 local king 啊，不是什么 king 不 king 的问题啦。哦，我现在都幻想我自己就是一个网络混完的嘛。哦，那也到一个也到一个也到一个到一个点的啦，到一个点的上不去下不来嘛，就这样，没什么没什么，而、哦、不是说我很红，没什么，就是我们经历过好几年，真的人生已经经历七年的上新闻够了啦。那。 我想接下来是应该转转变我自己，让更多的人喜欢我，更多的粉丝懂我哦。然后你你就你要必人必须要改变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、啊、你整天粉丝从以前从这些老粉从以前就是劝我你卖菜卖菜，他们也知道越来越多，你骂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个他。哦，反正骂馆长要红骂馆长嘛，骂完你就红，你就上新闻。 所以他们后来都劝我说，粉丝又劝我说不要理，只是我一直讲不听嘛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就是标准的那种。哪里玩 game 有无？哪玩 g a m 有无？我们要拍起来有无？中也有人跳出来，卖卖拍啦！我就是一种你愈搞 Q 我愈激动，你知哦？啊啊，跟有人搞 Q 啊！哦，跟你啊不要，啊！你来出来啊！出来！啊，你不要我 Q 啊！你出来！ 你不要哭啊！哎呀，我的鸡小鸡皮，让它放开了呀！我老龙点点，哦，就是那种人家把手放掉了啊，没啦，没带去呀，没带去，好 好，跟大家说晚安，快点说晚安了，跟大家说再见，对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啊，这孩子。